家好，今天来到台北鱼市，那我们今天要来聚餐了。这里是个鱼市场的一个餐厅，目前气温13度，是一个相当冷的一个天气。我们到处走走，到处的走走，我想到这里还蛮气派的，这种户外餐厅。不过今天比较冷了一点。鱼餐厅啊，鱼市场餐厅，海鲜。水产。这里叫做台北鱼市有身份证鱼的专卖店。哦，是个超商的样子呢。这里应该都是卖鱼市的益美冰品，有冰的可以吃呢。琉球区鱼会，这是真的正宗的鱼市，鱼的超市，几乎都是水产。哦，我们现在接到一个消息，就是要到三楼去。哦，我们现在往前走。是每日是9点到12点，供应时段，这个时间点会没有。这应该是待会要食用的菜单。果然看起来都是很新鲜的哦。哎呦，我刚才看到那边有个好像会动的东西啊，它活的会动。在还没用餐之后，先来逛街吧，到处看看这附近有什么可以吃的。现在卖果汁的，这整个鱼市场就是一个观光的餐厅，观光鱼市。然后我们刚才是从那边出来，然后这里也有一些观光客。前方就是竹海，就是今天要去的地方。走上个螺旋梯，准备进到他们的餐厅呢。哦，这么高、哦，多高了！嗨。就是来一个生鱼片，来吃一看生鱼片的感觉。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啊，火锅，这个是好大的一锅啊！里面的配菜相当的丰富，感觉就是一种吃起来会很幸福的感觉。那我们隔一圈，这里也有很多外国观光客。那因为今天可能天气比较冷的关系，所以做户外人比较少，而且比较特别是上影水产这里
他们都有共通的制服，就是一个好像海军水手服的样子，每个服务生几乎都是这样穿。在结束了晚餐之后，我们又回到湖啊，这个时候鱼市场已经关门，鱼超市。那这边刚刚有表演呢，可以在这里看一下表演。今天晚上的这个时候结束了晚餐，那接下来要回家了，结束了一个很棒的一个晚餐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